致上的线条就画晒啦。上颜色，而家终于静静地啦。啲细路开始瞓觉，终于有得自己安静咁画下画。20年冇画过画，呢幅系20年后嘅第一幅。我老公话同我挑机，同我斗画比赛一幅。咁我求其拣一幅嚟画啦，佢话佢画人系最叻嘅，我话我乜都得，人又得，动物都得，咁大家嚟比个赛啦，等我哋嚟评一评啊 ，OK， 我画住呢幅先，人都得，好啊，细佬，你仲未瞓啊？系啊，唉，快啲瞓，快啲瞓，等我安静下啦。想画幅画都不知几艰难，生咗仔之后掂都未掂过。不过出嚟做嘢之后都冇画画咯，读书毕业咁耐，20几年都未掂过支画笔。几十年啦，好啦，继续努力。瞓觉啦，唔该你。呢啲系认真嘅画画，之前同你画嗰啲系卡通，唔同噶。我快啲瞓啦，唔好阻住我。No， no 乜嘢 no？ 妈咪拍拍 B B 瞓瞓，妈咪拍拍 B B 瞓瞓 ，OK， 快瞓。
OK， 大致上画晒咯，得唔得？嗯，先分个靓名先。咦，几点啊？而家几点啊？爸爸，就嚟十二点啊！今日依然系四月三号啊。九点，凌晨，仲争几分钟？十二点啊？诶，即系凌晨噶喎。OK， 搞掂，耶耶。靓靓挂，真系好耐冇画啦。咁你唔使打分。